们教科书级别的大型在线道歉联盟，华晨宇家的 ET 姐姐们怕是必须要有姓名。瞅着爱豆因为没抢到自己的演唱会门票而在微博上抱拳生气， ET 姐姐们也是超默契的，在评论区开启了嘲笑爱豆模式，不仅献上了一连串哈哈 哈回应，还在线向爱豆秀起了自己抢到的演唱会门票 real 皮。然而帅不过三秒，上一秒还集体哈哈大笑的 ET 姐姐，下一秒就手拉手认起了怂，跑去工作室微博在线哄老板还不算，还刷起了华晨宇不要生气了我们错了的话题，而且还有一系列花式道歉，也是要笑死客人。花式道歉第一弹， ET 姐姐们花重金请到著名播音员 Siri 为花花朗诵的不弃歌了解一下。大家好，我是 Siri， 我来为华晨宇先生朗诵一首诗，希望他能原谅昨天那些作死的 ETETT 活该。世上万物般般有，哪能件件如我意，大人大量别生气，况且伤神又费力。在线喊话，我们错了，下次还敢。顺手还为花花送上一记飞吻。ET 姐姐们的操作也是皮得没谁了。有了不弃歌，出自 ET 之手的搞笑视频，大家也别错过。Was mich meester dan zijn stembanden, en toen hij mij aansprak, ja, er kwam zo'n gek geluid uit. Ik moest zo ontzettend lachen, maar ik wist natuurlijk van, ik mag hier niet lachen, ik mag hier niet lachen. Dus ik probeerde mijn lach in te houden, maar hoe meer ik真木有对比就木有伤害。ET 姐姐们是实名制认证的高级会玩选手啦。当然这才只是故事的开始，还有真爱粉担心爱豆过于生气，直接手动为花花送来一记舒压操视频。这个时候不再生气，这个时候不再生气，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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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画面内容着实有点洗脑，穷花花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有了这一系列花式认错，传说中的道歉表情包， ET 姐姐们也是秒安排了起来，磕头擦地跪搓衣板，反正是道歉的样子应有尽有。还有真爱粉为花花隔空送上一封封手写的道歉信，谁让自己气走了爱豆的自拍，无论怎样也要哄回来。光有道歉还不算， ET 姐姐们甚至在线为爱豆颁奖，表扬花花在这次抢票环节中的积极和努力。要梅梅说，小姐姐们为了让爱豆消气也是真的费心啦，就问你们一句，下一次还敢嘲笑你们的爱豆吗？今日主角华晨宇家的 ET 姐姐们在线嘲笑爱豆抢票失败，又想要花式把爱豆的自拍哄回来，视频表情包纷纷安排，还有手写道歉信 real 走心，是一介皮中带吻的粉丝没错了。